名是 Jason Freeman、李焕雅、林月红、胡荣茂以及布萨斯。至于在地主桃园云豹这一边，是由吉伦控球，搭配卢建明、张志峰、伊安森以及戴维斯。要再尝试外线防，这次比了一下，剩下六秒钟，还是找不到太好的机会，放真的两分，开始接球。说球员不会有松懈心态，其实多少都会有一点，然后加上其他球队可能针对你。海神在一开赛是两名外援，至于云豹的是三个人，上阵后张迪伦。是在距离三分线还有两步的距离就直接拔了。哦，哦，于焕雅，艳红。林仁宏绕底线，想要绕篮底下，但是还是躲不过 DeAndre Davis 的大火攻。李焕雅给到这个位置的库萨斯，对。Brigman 面对吉伦，我这次虽然说躲过了封阻哦，不过没有进篮底下，库萨斯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了。是，毕竟身高上还有绝对的优势啊。Brigman 这次绕过篮筐之后把球给勾进，这两年也有打进 UPA 的十六强名单，是在一级的球队。对，胡龙茂最后在篮底下面对 DeAndre Davis 还有张志峰，他把球给放进。现在看一下这球，这没有高天顶，所以这是一个好球 ，Nice play， 是一个大火锅。裁判没吹都是好球啊。霍尔在底线的三分球有。助攻型球，助攻组织型球员啊。李汉生罚球的中距离有，他也是可以进攻的，对，所以位置上各方面好像都完全卡住了。张志峰在主场的第二个开枪了，因为海神的队位其实都已经篮下已经有两个在那边等他了。亚历山大四十五度角的 wide open 投进了三分球。外援，所以该不会今天他们想要在三四节各启用三外援吧？哇塞，胡龙茂这个转身，于承安把球带过半场，一个变速之后冲到篮底之下，左手放进。如果他的表杜一成他的附件有做好的话，其实还是有机会回到球场上的。张志峰本才有可能迎接他的赛季初亮相。胡龙茂守他的是政委，他就不客气了。这时候才讲完呢。这一次胡龙茂接到之后放偏了，库萨斯非常轻松的进攻篮板，加上两分呢。海神把苏文儒也换上来，哦，球以威廉秀华，回转直接掉给库萨斯，假动作之后两分轻松入袋。这个还是助攻王。给到了拖车跟进的库萨斯单手的 slam dunk， 轻轻松松啊，也太低了。Jason Brinkman 的推进非常的快，给到于焕雅四十五度角大空档，于焕雅 for three， 再减四乘三次。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命中率啊！郑伟回进了一个 three point shot， 命中率非常高的球员的话，如果你一直都是用这种情况下去投篮的话，其实命中率很容易降低。DeAndre Davis 撑到后面，但是没有放进，再把球要回来，面对库萨斯还是没有放进。这一波刷了两三个进攻篮板，灌进。Davis 还要再打得更强势一点啊！库萨斯轻松的又是两分入袋。张志峰外线的出手稍微短了一些，我这边 DeAndre Davis 的进攻篮板也还蛮轻松的。张志成再给底线的吴继颖，吴继颖砍三分有。对 ，Davis 给到罗振峰，篮底之下球进算。高嘛，只是年纪有点大，还在长。对，真好啊。对，像 NBA 字母哥上 NBA 还在长啊，所以连得四分。篮底下是亚历山大为球队来得到分数，把球捡回来，这一波。现在要重新计时哦！哇，胡龙茂左手勾进，他是凯梅隆·安东尼的学弟。翻身跳投的是峰哥，是胡龙茂单打张志峰，球爬进去，出来真的蛮震撼的。DeAndre Davis 来了一个长距离的两分。而且峰哥他不是所谓的重攻轻守的球员，他是完全得给挡下来。政委推进过来之后比了一下，
方，在亚历山大面前投三分球，中！郑伟这场比赛第三季的三分球追到11分了，也是对峰哥的体力也是非常的信任啊，是，不然你不可能上半场让他打20分钟啊，这其实是非常恐怖的时间了。Deontae Davis， 这球在底线2分再进啊，要好好把握啊。Davis， 你拿球其实要先看篮筐啊。郑伟三分球进，空心球。詹姆在第四个比赛就尽量让这两个人去做组合。吉伦，云豹先成功了防守，随后发动反击啊！目前又回到了4分差。哦，从后面下手偷球成功的是 John Dillon， 前面是海阔天空啊！伊安森啊，两个人的身高差距20公分。哦，云豹这边守一个。郑伟给完马上捂脸了，又跟库萨斯两个人之间的配合，而且一度追到4分差，是，可是这时候又被拉到了双位数，布罗帽再来补一刀，海神这边目前是双外援，维克本搭配库萨斯三分球进，郑伟的状况非常，哎呦，这球直接被于焕雅给抄掉，布罗帽找到了林任宏，林任宏再给到跟进的库萨斯，团队的配合。布罗帽假动作比了一下，再杀到禁区，投到了库萨斯。对，不光是 Brigman 能够有分球的能力啊，布罗帽刚才也秀出了他的一个策应的能力。是。这时候卢杰敏2分到手，但并不理想。Deontay Davis， 这是一个看起来像是2分吗？的球员哦。刚才是一个 long two 啊，回到12分差，胡龙茂插板球进，他的绝招之一是郑伟第6个3分出现，库萨斯之间的配合啊，但这次球没有进，云豹的机会来了，直接吊给迪安森，John Dillon空抛之城的一个配合，是亚历山大现在出现在场上。这一波是云豹成功的防守，吉伦，这球怎么进的？给到库萨斯，又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two man game。胡龙茂直接砍外线进，他也进去，小林勇妹子他也进去。库萨斯中距离，非常的稳健。胡龙茂假动作 step back 3分球进，哇，胡龙茂。胡龙茂今天也得到了20分的分数 ，Deontay Davis 回进了一记 three point shot， 吉伦直接杀到篮底下，找到了底线的迪安森，三分球终于有了，这球有把握到啊，回到了库萨斯，库萨斯面对迪安森没有打进，第二波被他勾进去，吉伦拿了球之后就往禁区来走，Deontay Davis 灌进，球进 and one。两位身高超过210公分的强人换左手，哇，这就是库萨斯他的单打技巧了。李安生在弧底露出了外线的空档，他进了。哦，看台湾也会出现一个50%三分线命中率的球员。哦 ，Deontay Davis 在禁区的小勾射得手。好，球发进来，时间到，中场，高雄全家海神106-106分差打败了地主桃园云豹。